早安。早安。我们要去。今天什么日子？考试日。今天什么？五年级第一次期中考日子。昨天念书复习，复习到十点半。把冰雕做的地方都看一看，脖子那些哦，护手都看一下，知道吗？哦，前面那个有一个单字表哦，国字表。担心哦。昨天从晚上复习到十点四十几、五十几才睡，很认真。希望他有好成绩。好。